主料，西兰花350克，辅料油盐酱油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西兰花，把西兰花切小朵洗净，大蒜切好，锅里烧水，下西兰花烫下捞起，热油锅下大蒜炒香，下西兰花下去炒下，加点盐，加少许酱油炒熟即可。出锅，烹饪技巧，西兰花要水泡会，洗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